抢三枪，走一下。当教练喉咙有一点受损，比较没有办法唱高音。这是海登今年赛季第五次在巴西出赛，这一次周一翔用身体坦克切，这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一翔。不过这一球的选择有点不太好，新鲜的腿，所以也蛮肯拼的。这一次想传递的漂亮，但是没有把握住。那阿米也可以带球，是。对，前面有提到，如果国王队可以善用这个锋线的组合啊，这个队形、这个阵容，办法影响到。杨敬敏在前面一场比赛攻下九分，是中断了回归之后的连续上双纪录。这一次空手走底线，再做转移，国王现出手单接第二季的三分球，这机会跟空间都处理非常好。这个就看到开后门之后给了弧顶啊，马上 X 到补位不足的时候，博朗的一个三分命中。有替效力国王的杨将现在要回来了。右脚出手被戴维斯，李翔看了一下，最后交给博朗，金鸡独立的后仰跳投，李翔切左边，这一次被篮筐盖火锅了，还是差了一些。李翔非常有自信的出手短，进攻篮板被关达佑拿到，达佑再交给周怡翔，同一个位置再试一颗，这一次好海登。想要打立足外围，在最后6:91要到了犯规。之后攻击左侧，哇哇，这一球破裂，哇，直接摔倒了一下。剩下6秒，怡翔切底线，一个转身，选择自己来攻，没有问题。你想看的坦克切出现了，再加一个转身战斗陀螺，没错。找到安全员的拖车，前一球哦，转身，怡翔的坦克切转身，再把苏伟给摆开，要扛进去真的是用身材扛开的，没错。长驱直入放偏了，这个 crossover 把 mix 给晃倒了，交给张振牙，外线投射命中了，张振牙放对。4秒，还有一些本钱存在。振牙晃了一下，这一次出手是不算的。好，在第三节的比赛，领航员进攻大爆发，狂打周怡翔。还在寻求今天第一个外线抓下进攻篮板的。如果这个时候主力再回来的话，还需要一些时间了，因为现在怡翔的身体是冷的。对，上面赶快归队。没错，哇，这一球发得不到位。在下半季的战况真的是扑朔迷离，因为蛮多变数的。我刚刚看到中圈有人在比哦，有人想要去参赛。